如果你有面粉，你就要碎，然后那个是很黏，所以不用蛋。OK， 不需要蛋。焗肉会美容。焗肉？对，焗肉会又是美容又是比较好。哦，难怪你皮肤很好，都是吃果冻的，是不是？你今天卖给人家的健康，人家会给你吃的健康。你自己给人家吃的不健康，你要求健康是不可能的。在台湾站起，带你认识更多新住民的故事。